这是11月9号出生的永淳。这是他第一次吃 Wimgy，然后第二次吃花椰菜，食量算是上好，可是不爱玩跑轮，因为不知道是跑轮太小，还是他有点懒呢。来，我们来给他一个 close up。他对这个新玩具非常有意思，不停地啃食它。这小牙刷不见了一会儿功就被啃食了，大概15%了吧。那牙齿是非常的长了，而且是不断的生长，所以它要需要这种食物来磨掉它的长牙，不然它会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刚才我应该没说它几岁吧，它大概是接近28天吧，因为是11月9号嘛。11月9号现在几号啊？好，忘记日子。因此今天是12月6号。所以哇，它的嘴巴和囊中藏了无数的食物，就拿回去煮我的。那个点呢，就是他觉得最安心的地方，不受威胁，所以把全部食物藏在那边。多2天就满月了，要吃满月蛋糕吗？要啊，我很喜欢吃东西啊。除了mealworm不吃，番茄不吃，因为我不是爸爸啦。牛奶是可以喝啦吧？给他一大罐呢，就有点反胃了，就是2勺匙的牛奶呀。你看也是非常喜欢躲在这个洞洞里面，看多1个月他就躲不进了，现在还可以躲。Playful boy。